需要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像这种手相的人，不论男女，做事都比较容易情绪化，喜怒无常，并且还有点神经质，在对待爱情上也不太坚定，因此比较适合晚婚。早婚的话容易二婚，倘若支线越多，表示爱情生活越容易破裂，且暗示与异性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。这类人的情感在心智上会比较多情和敏感，有时也会很任性，需要尽快决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另外，恋爱中人也要注意对方想要什么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,66723319。